根据资料的记载，最高渔船属于共北梅花人民公社54生产大队所有，船长大约40公尺，宽20公尺，有82吨级的木科机动船。我驻军官兵本着蒋总统关怀大陆苦难同胞的德意，花费20多天的时间把这艘渔船修好，并且清除舱内的海水，然后遣返大陆。同时国军赠送很多白糖大米以及鲜味品跟精明学生写给大陆同胞的慰问信，放在